guys, this is Uncle Wilson, 蟲蟲哥哥。今天我想教大家串一個字，這一個字是數目字一至十裡面的其中一個。你們有沒有覺得一至十裡面最難的是哪一個英文字呢？是不是6啊？還是是10呢？是不是3啊？通通都不是。蟲蟲哥哥 Uncle Wilson 覺得一至十這個數目字裡面其實最難串的就是 Number 1。 為什麼呢？因為2,3,4,5,6,7,8,9,10 這些數目字其實用 Phonics 拼音都可以幫到手，都可以串得到，但唯獨是 1 beginning 是一個 1 來的。那我知道 1 的第一個英文字母就是 W。One 嘅第一個英文字母就不是 W 啦。我哋點樣又可以好得意咁記得點樣串 one 呢？我哋即刻睇睇啦。Speedy spelling, let's go。好啦，小朋友，你哋見到熒光幕上面咧就有一個跑緊步嘅人，跑到流曬大汗，仲有個肚腩仔添，好似 Uncle Wilson 咁。OK， 首先我哋從佢嘅頭出發，哇，成頭大汗。首先佢個頭咧就係一個 letter O， 圓碌碌嘅一個頭就係 letter O。OK， 跟住咧到佢嘅身體啦，仲有個肚腩，其實就係 letter N。哇，話咁快，我哋已經轉咗兩個英文字母啦。頭就係 O， 跟住身體就是 N。 那最後一個英文字母是什麼呢？就是 letter E。 在哪裡啊？跑得很快的這隻腳啊。 OK， 那我們已經集齊了 O、N、E 這三個英文字母 1。 那我們再寫出來先。首先有這個頭 O， 然後身體 N，最後就是跑得很快的那對腳，摩打腳一樣，哦，就是 E。 所以 One 我們不是 W 開頭，而是 O N E。 喜歡 Uncle Wilson 蟲蟲哥哥的小朋友可以留言告訴我你還想學什麼英文字， Like 和 Share 我這條片，還有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啊。叮叮